我倒认为不需要道歉。我如果我会建议韩国瑜也不必接受他的道歉。从头到尾，你们就是挑衅。那犯错以后呢，他就是拿韩国瑜当成目标。他如果今天不找韩国瑜做这些政治性的动作，那大家都可以谈嘛。那立华委像我，我会提前到嘛。那提前到一公，那我会攀那了的傻子去听别人咨询啊，我算攀那了的，我底下听算攀那。因为议事组啊，他只告诉你大概在10:20左右啊，你家己要注意。哎，立文林，你家你30分你不一定30分全部问完呢。今天我提到25分、20分，我已经我要的答案我都很满意，对我的选民也有交代，我提了重要议案，院长也都回应了，我20分就下课了，你不在现场，昌明三次的修起来啊，对，按照议事规则的按内来，所以为什么第一个质询的一次就是议事通知前面三个人，你在干嘛蛋？那。我们包括我们的助理、我们的主任也都，哎，立法委员、立法院为什么一次给你8台电脑？一个办公室哦，啊，包括电视哦，那个都可以监控到异常的进度哦。那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在研究室，可以啊，可是你就是要按表操课啊，你让一个院长。然后8大部会、10大部会所有部会首长都在这里，然后等你15分钟。你的公销委，如果这个画面一丢流出去了，你对得起全国的人民吗？百姓吗？所以，因的是要转移焦点，然后去他认为去蹭韩国瑜会有声量，第一个误判，所以的起啊嘛。然后第二个啊，他你是不是要提早下班？又开始亏他，你是不是要赶着去喝酒？人听到开热，啊！你今嘛想呢？没玩 game， 他用这种心态来的嘛，所以我才跟总召跟因为国民党团表示嘛，如果重新协商，大家愿意立一个标准，以后可以休息，那是从以后。如果让这些人在回复可以咨询，国民党真正假赛，我不骗你。你怎么对得起支持你的人？那怎么对得起这些按表操课在那边等候排队执行，依照时间去做执行的立法委员？那前一个礼拜叶仁志不是被唱名三次被刷掉吗？他们怎么攻击他？吃客魔啊，上通告，我打得叶仁志满头包，一样啊，怎么会变成总执行没有三次唱名？就取消的问题，如果是这样，那韩国瑜为什么要唱名？你动这一心来了，对吧？如果没有这样，那为什么要唱名嘛？那我就不必唱名嘛，啊，就大家耗着嘛，啊，叫行政院长、院长拍谁啊？要蛋姐，可以这样吗？你看看立法院长跟行政院长，哎、欸，院长拍谁啊？你想蛋姐，部长你拍谁啊？你想蛋姐，我们通知委员来者。如果当下是演这一出了。那你不是被骂得更惨吗？其实检讨一下，立法院不是不能协商，也不是不能谈，可以有规则，有议事规则，对不对？打个叫规定来啊。那所有的招委在召集会议的时候啊，为什么我来当么蛋？所以为什么我好几个其他我是司法委员会，好几个委员会我不敢去登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去发言，你还是要登记发言登记哦。除了签到，你要发言登记，因为我要在这里顾啊，啊，所以我就怕我离开的时候，别的委员会我可以先发言。这边较少人，我们司法委员会一样拢较冷门嘛，哦，啊，我惊讲我若照人叫无，啊，我要安怎交代？我就对不起我在这个委员会的职责嘛，是安尼尔嘛。那当然，过去也许大家就是说行之有年，大家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哦去谈着，但没有像这么离谱，没人知道。而且
当天的乘务员，因为他是对调，我跟你讲啊，因为我没收我的执行权，我要执行，包括什么社会安全网，你嘛都要好了好啊。你们恁一路拢，我甲看个，足侪人拢是书面执行啊，因就是无要执行啊，无要让院长难堪啊，全部才书面执行有够侪个。啊，因为出了这个被点名以后，不能执行，跳过人过啊，伊讲。你没收我的执行权，你一当时这认真，我靠，唔知影，干那要消灭你嘛？啊，那继续搞啊，来啊，过来啊，唔免惊啊，大家继续乱嘛，哦，你看民众党到国民党，我告我讲安尼，哎，我们加起来是多数嘞，我们为什么要比你更认真呢、啊？因为你过去八年就是一党独大，欢迎的行惯习啊嘛，我凹你在野党也习惯了嘛。好，我护航行政团队也习惯了嘛，所以现在才会养成这样，今天才会发生这种事嘛。那你不思悔改，你还搁底下呛赌？如果他不去挑韩国瑜做这些政治动作了，今天我们也不会这么大的反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点点看，看久了一条线啊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，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,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